我要干嘛？我倒要问一下你在干嘛？我在天台上等了你一个晚上，你倒好，居然陪着高存善在这里喝酒聊天，谈笑风生。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猥琐，他滑稽，他可笑。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他出身贫寒，为了成功，为了出人头地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相信婚姻能够改变命运，他从不相信爱情。他自标身价，出卖浑身上下每一根毛发。那你还不离那种人远一点？夏一墨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因为我也是这种人。不是，你告诉我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没有人会甘心成为这种人或者那种人，但如果你出生在这种环境，你只有选择成为某一种人。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，我甚至不是夏一墨。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现在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。你听不懂是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呢。我现在在你面前我很有压力，我应该寻找我的同类人，寻找原本属于我的生活。我不能再继续像夏一墨那样骄傲地活着，我应该像高存善，努力的、卑微的、疯狂地活着。Yeah.